29岁的丘斯维奇呢？他做了一个具体性公文上，这是教官腿跳接拉拉提，这是一个体操和技巧的混合串。啊，动作相当稳。它是直体前空翻接后手翻接直体后空翻，那么是一个 D B D 的连接。在屏幕上面，运动员要完成一个跟斗串，一个混合串。这是团身前空翻，它跟刚才的上法动作不是很一样，一个是团身做的，它是上法的躯体前空翻。这是一个教官腿跳成横劈叉，这是一个地主动作。这套动作跟他的去年的一套动作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，嗯，他比较熟练。Thank you.